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你造的业就叫因，因，因为这个因就受用，受用你所造的这个因。你造的什么因，一定感的什么果。你造的是变化度的因，那你就生到变化果度。看你业报所感的。是随业而生，这里互相交叉的啊，繁盛同居的，繁盛同居的，什么样业最好呢？做个人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受持三业。来进一步，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勤修礼拜，这是一个行者。这就叫敬业。敬业。讷业呢，大家都懂得了，都懂得了。有些是有形的讷业，有些是无形的讷业。所以你感到土，受用土的因。如果初地以上菩萨。他修净土愿，修清净土，发这愿就是庄严佛道，初地到七地吧，八地以上的菩萨，他的功力是不退的了，行不退了，他有净土，有他净土分，这是通于因缘的，通于因缘的。那他那国度就是七宝所成的，来看他的愿力，看你自己怎么发的愿。念动结变，一起念就把这个时候变了，即是时分呢，时分变了，国度也变了，住居条件也变了。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住了十年，我在这个山里头住十年，或者这一生在山里住，山中无老无，山中无比丘，寺上无王侯，山里没有修道者了，世界上也变了。国度也变了，那是在山东修道是为了这个吗？是因为修不成的多，还回到世间想世间佛，这句话是这样一个含义，这样含义。八地以上的菩萨，他所住的国度。他能把一些大海变成的牛奶，变成乳酪，变大地为黄金，眼都变成镜了。那现在我们出发心的时候，刚作业的时候，刚是归于佛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力量啊，没有这个力量。一个是
出发意，一个是到成就了，说一成一切成啊，所以佛他能转变世界的原因就这个样子，他成就了。但是他转变了众生并没转变啊，在他看着一切都是清净的，对，他知道众生的因缘不同，随众生的因缘，随众生自己的业受吧。知道世界的成就是众生的业力，佛的净土成就是佛的愿恨力修道力，懂得这个因缘就行了。你所处的环境所受的业报是自己做的，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每位道友都有这么一个经历，时而好，时而又坏，是你的善恶业非常交杂，不是纯善，也不是纯恶。特问我们现在佛弟子，佛弟子，你这一生，像从生下来到你死，好像是变化很大。时而很富有啊，房子住得很好啊，特别做大生意的，但时而生意赔钱了，垮下来了，房地产都赔进去了啊，要住小一点吧。包括还有下一代的业，现在我们出家的道友们，他是随你心所转变的，人家看着我们东方的肉你没吃到，不敢吃，怕造业；东方的享受你不敢去，什么连过往观听啊，八关斋戒，连听一听，现在你不听也不想，你想守这个戒啊，八关斋戒，你把耳朵堵上，是不是？过往观听，你要在街上坐汽车到哪儿去，坐飞机，他要放啊，你说我不听，你不听，人家要听啊，不能因为你一个人改变啊，这叫业，那你怎么办呢？我飞机啊，轮船火车我都不坐，我就在山里头住了，那谁也改变不了你，那你就改变环境，我就是主观力改变客观的现实，但得靠力量啊，什么力量？你得有定力啊，我想在五寿山普寿寺坐这一辈子，愿力是发了，如果能完成这个愿力，一直住到死，死在五寿山，我说你就成就了，你成就了，但是你业力不准许你，你的业力啊，业的力量牵引你，不准许你，业不自主，你还做不了主，如果能做主的话，做了你的业主了，这是普贤菩萨说的，还得加佛的威力呀。你的修行皈依三宝之后，除了你自己的力量，还有佛法僧的力量，这个你一定要懂。为什么要天天皈依三宝？早晚的皈什么？说假三宝的力量转变你个人的业力，业力，为什么说人在福中不知福？每个人都入善，对，没有成道之前，没有断八十八死的贱货，还不说私货了，八十八次见货你没断之前，你转不动的了，
断了这八十八丝的这个贱货，断了八十一品的私货，能转动一部分，深入的转动不动，这叫什么？被业力所牵。当你要找到修到阿罗汉果了，能转动一部分了，起码再不顺生死流来流，断欲了，断了欲了，不顺生死流，入圣人流，这转凡成圣就解脱了，解脱的不究竟，解脱了一半，烦恼习气还没断，种子还没断。所以那些菩萨修恒愿海的时候，来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利益众生，不是我叫众生怎么做怎么做，办不到的了，你得随顺众生心他的欲望。为什么佛有那么多法门呢？这个众生不是那个众生，他不愿听你这一套，你再给他说佛的那一套，他能进入，不是普遍易发的。所以在毗卢遮那佛，在他无所不严净的，因为说佛的境界不思议啊，因为那是他的神力，他的智慧力。但是菩萨呢就降了一点，他也是随众生所欲，众生的心呢变化无常，佛的神力大呀，是众生业力大呀，这两个是较量的了。佛天天时时到处都在度众生，但是众生界如何呀？众生界不会尽的啦，因此佛在经过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为什么？总有事可干，总有一批众生等着他在度，不是那么容易的呢。说菩萨随顺佛，他得修行一些诸愿海，他得随着众生心所欲的。比如佛所说的无边刹海、毗卢遮那，都把它严禁了。那世尊的境界是不思议的了，他智慧神通力如是。菩萨呢？菩萨他所修的诸愿海，他是随着众生心所欲的了。众生的心呐、变化无常，广大无边，十方国度都有菩萨在度众生，遍十方的度众生。菩萨取于一切智，勤修种种自在力，无量愿海普出生，广大刹土皆成就啊。就是说菩萨他自受用他的字，一切字自受的因所感的果，感到菩萨初成佛的时候，从他初成佛到未来，未来，未来，未来还有未来，未来还有，到未来际没有边际的了。咱们说佛入涅槃了，证得般若的真空意，达到实相，清净了。从理上说无生可度，没有佛道可成，从思上说可不是这样的了。相续不断的佛菩萨永远度众生，众生界永远不尽的。
这是从另一个意义讲。再从佛理上讲呢，根本没有众生。佛总是度众生，没有众生相。但是这又度另一类众生。佛所敬的十方些果道，每一个果道都是经过无量劫啊，一度都经无量劫啊。修住行海无有边，入佛境界已无量，唯敬十方诸果道，一度经无量劫，一个度都经过无量劫。众生烦恼所咬作，这个世界为什么浑浊呀？是众生烦恼把它咬烂的呀，它就浑浊了。要把众生的欲望、众生的渴求都是些什么？那太多了，不是一项啊。说诸佛的境界、诸佛的功德、诸佛的智慧、诸佛的神通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众生随心所造的业也是不可思议啊。因此众生所造的业的不可思议，说一切刹海实成立，那一切的依报度众生的处所就是这么成立起来的。佛子刹海庄严藏，离垢光明宝所成，是要广大信解力十方所住显入世。佛子是普贤菩萨尊崇这些在会的大菩萨，是吧？刹海的庄严藏，庄严刹海，庄严刹海的含藏着无量无边的刹海。这刹海都是佛离垢的光明宝，这个宝什么宝？叫离垢光明宝，现光明一点垢眼都没有，是这个宝所成的。这个宝所成的离垢光明，必须你要离了垢，跟这个光明结合，你才能铸造这个佛所庄严的洞。就像你要升极乐世界啊，你得把娑婆世界放下，你得把娑婆世界这套的东西全搁到娑婆世界上，带极乐世界带不过去的了，放不下，去不了，就是是。但是怎么成就的呢？怎么能放得下呢？是由你的是要广大信解心，先信后解，完了加上行和正，这没说行正。所以这一个庄严的刹海的宝座，所有十方诸佛所住的国度都是这样的，也大菩萨所住呢显入世全是这个样子。必须要广大的信，完了理解，理解就是知，光信而不知不行的，信必求解，解就是知，解到深了，这个解就不念解了，就念解了，解脱了，解脱了就自在了。我们中国字啊，一个字包含很多意，看在哪说。说你念经文的时候，你都要注意。有人呢说这个经文一行一行的，你这个得念行。修行你修行修行，这不行，得修行。做个法门说得叫横愿的横，其实一个字啊。人家说我们这一个字如果不懂得中国字的一个字念错了，大概看着差不多，念错了，乌烟成马，
乌鸦的是飞禽，老卦叫乌，乌鸦。知乎者也以言哉，那个言写文章一个语去，那言字。马是兽啊，兽类啊。我说你要是把字写错了，把这个乌鸦变成走兽，变成马了。完了，乌鸦走兽都变成无所谓了。知乎者也以言哉，安排好了做秀才，是过去的古话了，现在可不行。但是你不念佛经也入世啊，应该念修行的修行。你念念修行，修什么行啊？啊，每个字含义都入世，有些字没有，有些字分别很大。知道的知，有时候它就是智慧。知道不知道？知道了，知道不是智慧，就是知道了，知道很彻底。知道什么？知道业，知道业起因缘，知道业性本空，这是真知了，这叫知。因此啊，你都得懂，叫信解。这个地方念解，如果解脱道，那解脱道不像话了，不能这样，得说解脱道。但是这个时候，信解心、信解心不像。但是料说一下啊，《华严经》很多这个字义，有时候把《华严经》那个“华”字写成花果的“花”。但是你要辨别，这是因，行是因的意思。这是说菩萨的圣洁，以下还得说解了还得做呀。菩萨能修普贤行，或者这个都可以通用。菩萨所能修普贤行，这行愿品的行，这叫法门，就是。菩萨能修普贤行，普贤怎么做的，怎么行的，我也怎么行。说我要修行普贤的法门，那菩萨能修普贤行，就是行就是门，法门就普贤行愿。游行法界微尘道，那下一个游行这个行一定得念行，不念行了，也不念行了。游行就行动的意思。法界的道啊，像微尘那么多呀。普贤行愿是无穷无尽的。修行法界的微行道的时候，微尘道的时候，一个微尘，现在这随便咱们地下无量无尽的微尘，每一个微尘就现的无量的佛国度。你得随这个意思想的广大清净，跟虚空一样的，虚空能容压一切吗？这是赞扬颂德普贤的愿行。咱一般就说普贤菩萨哈，普贤菩萨有三普贤，一个叫单发普贤心了。发普贤菩萨的心，这发心的普贤，未入位的，还没登位，没登到这个登地的菩萨，没登到三贤位，没入位的，这叫只发个普贤菩萨的心，就叫发菩提心了。这个不是这个地方讲的，不是这篇所讲的。第二种普贤呢，是等觉位了，等觉位了，就将近成佛，这还是在佛前。但要成了佛之后的普贤，叫果后普贤。
但是现代说世界成就的是国后普贤，也可以说等觉的国前普贤。国必具因，因就是国前，因能该国，国彻因缘，因盖国海，那这个就是魏后的普贤。得了国之后不舍因，国不舍因，国怎么来的？因为因地修行得来的，成就的。知道这个，现代目所普贤菩萨所对这大菩萨所说的世界成就是指着说普贤，说果前有的文章这个寄送里呢赞叹，有的是果前果果前的，有的又说果后的。果前的是因，都叫因，果后叫果。说先说寄送，后说长河，就是这个含义的。等虚空界现神通，悉依道场住佛所，莲花座上是诸相，一一身包一切刹，一一身都包一切佛刹，一切住佛国度的国道。一念普现以三世，就是一念间，过去、现代、未来。那过去还有过去，未来还有未来，现在不撞，现在还有现在，现在里又包含着过去、现代、未来，是三世，三世变成九世，九世加上一念，十世因缘，十世因，《华严经》经常这样讲十世的，一不止一身呐。一个身的每一汗毛孔，每一汗毛，包括一切刹的，所以在一念之中，把它一念延伸了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成就无量佛刹，现在成就无量佛刹，未来成就的无量佛刹。刹海都是难立，各不混淆的，静是静的，眼是眼的。凡圣同居道，十宝庄严道，法性道，各个的国土不同，依报的不同，是因为正报的不同，正报不同，正报是讲佛报，像我们住的房子都不同，没办法让它相同。通了就不难立了，除非你成到果了，一法消死了就相同了。唯有心识所变，大小乘啊，果度清净的净慧啊，那凡圣同居啊，十宝庄严的方便有余啊。所以这样说，微佛一人居净土。那个度呢，就说的是十宝庄严，讲的是什么呢？理事无奈，全理全事都变成理了，就法性离体说。那全理变成事呢，就是随缘了。全事变成理，就专门讲法性了。随缘意，那就讲到无奈意了。理能成事。这个清凉国师讲这种含义的时候，分一段一段讲的不同。一个是理事无奈，全通真性的刹，就刹土，每个刹土的形象蜿蜒，这叫什么？华藏世界海，世界成立。
在法界没有差别，所有庄严的都是清净，都是清净。为什么呢？难住于虚空，难住在虚空当中。第二种呢，成就成结与坏结，世界的成与世界的坏，无奈，这地方坏了，那就是成，那地方成，这地方成了，那地方就坏了。成坏当中互相交易的是变化的，这种很不思议，不可思议，不是凡情能解释得到的。广狭无奈，不换现在的相，是一汗毛里头无量佛刹，不坏汗毛相，而成就无量佛刹。无量佛刹不以汗毛说，广大无边，狭很狭乃很狭小，铁跟象本来都没有差别，象由体而生的，体变成象了，全象即体，这样呢来解释广狭无奈周遍含容，而相入无奈，这个世界这个刹海入那个刹海，一切刹总入一切，一切刹总入于一，身是正报，包一切刹堕。身是能报，一切刹都为所报。身有化现无心刹，一身化现无心刹，一多无奈，广身无奈。相即无奈，无量的世界就是一世界，极乐世界、琉璃光世界、不动世界，就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以普遍的，遍一切世界，这叫相即无奈，微细无奈，微细的很小很小的。显现一诸佛，是打一毛孔中现无尽的佛刹，也现无量诸佛。它是清净的、无眼的，就是法身法性所现的。就像此经所讲的，佛的美好相光，出生了那么多的诸佛。那么多的诸佛菩萨，大美好好大，这叫小大。一个美好出现无尽的菩萨像，一多，都可以这样理解的了。隐显无奈，现在释迦牟尼佛隐了，有缘的他当然现了，不止释迦牟尼佛，佛佛都如是。相就能现真的，眼镜也无奈，隐显无奈，眼镜也无奈，会动，像释迦牟尼佛用珠子点大地，就变清净了。佛一抬足，又恢复原来的了，会动了。那叫隐，隐真实显现的变化度。静隐慧土现，慧隐静土现，这隐显，但是同时的，同时的。
重现无难，一个微尘见一切刹，刹内又有微尘呢，那一切微尘又现一切刹呀，这叫重重，重重无尽。你看咱们三过了一三又一三，过了一三又一三，就是三嘛，就是三重重。三连三，水连水，这都显示重重的了，重重的了。从中能见一切佛刹，他是无奈的，主伴无奈。有个主，就是释迦牟尼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是主，所有三宝弟子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伴，是他的眷属，咱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眷属。咱们每一个人念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那不是释迦牟尼佛。他现了，他就是本是释迦牟尼佛，那他又为主，一切又是伴，这叫主伴无奈。在这一切世一个世界中，就有重重无尽无奈。毗卢遮那所做的、所修行的，他种种刹海都是清净的，说这刹海里头所有一切。都是他眷属，有的是正报眷属，有情，他这说不是他这个华藏世界都是他的眷属。时间处所一刹里都现三次，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就是时间，这一个刹就是处所，就是在菩提刹。菩提刹，菩提刹本来在印度迦耶，但五台山在的菩提刹里头，菩提刹也在五台山里头。这个你慢慢想去吧。那过去的菩提刹，现在菩提刹，未来的菩提刹。经过三次，这是十分。在印度，在其他的世界，这个菩提道场，菩提是个觉，觉悟的处所。觉悟有处所吗？处所是觉悟吗？佛是一成一切成。三次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庄严。都在那个摩尼宝珠的光芒之中所摄受的所现，同时具足，同时显现，一切无奈。这是第一大段啊，第一大段就讲这里头啊。这里头啊，我没有那么去再多开，把十玄门。把那个玄妙每个里头都加入十玄门玄一下子，那个十年也讲不完，每句话里都可以加十玄门，加个总同一成别，对，总同别义，六相十玄，这是华严经的总义，每一句话你都可以入世解释。但是那个呢，就需要你的这个的智慧了，靠脑力不行了。总相啊、同相啊、异相啊、别相啊，所以这些个相，再加十玄门，一多无奈呀、影响俱成啊，这一息这么一讲啊，咱们这个脑子恐怕是说受不了的。普贤菩萨三昧就是这些，完了以三昧说世界，说正报说依报，依报即是正报，正报所依住的是世界，世界所显现的是靠自正报，
华藏世界是毗卢遮那，华藏世界是一棒，毗卢遮那是正棒。有毗卢遮那了，才成就华藏世界；有了华藏世界了，是成就毗卢遮那说法的处所。一报即是正报，正报即是一报。这个道理要善思。我们好多学华严的，连现财现前的生住意灭都不用脑子去想，这行吗？要像普贤的三昧，你连现前的烦恼都不断，你怎么入普贤三昧啊？我听到点不如意的话了，听点讥讽了，我听到别人闲言闲语了，你把普贤横找放弃了，什么普贤横了，就去烦恼去了。学华严境界的人心量一定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虽然不能包到华藏世界吧，阎浮提你该包容一下吗？买醉我们这一帮二十个人，互相之间都不能融合，你还度众生啊？像还有说度华藏世界千万亿呀、啊，无穷无尽呐、啊。我们每个人今天最近一项来向我说的主要的问题，不修道者还不知道，修道者的修行的人问，特别以前那些个在山西来几个老和尚，他们住在山里头，他从那个西南拜到五台山，拜完了之后到这儿来问我什么呢？老法师怎么修行啊？我想找一个修行法门。我说你在干什么？你在长南磕头拜到这儿来，你在干什么呢？你磕头不是修行吗？念佛不是修行吗？他说老法师，我一搭坐就是哎呀，就像散乱很严重。我说你怎么知道散乱呢？谁知道的散烂呢？你找找你知道散烂的是什么，你就不散烂了。我说你要不修行，你不是出家，不是修行这么多年，你能知道散烂吗？你早就被散烂转了。你现在有个能知，有个所知，能知的就是你那个慧智慧知道我现在是散乱，你有进步了，知道散乱了，知道散乱就别散乱了，知道散乱还散乱那就麻烦了。现在我们都知道了生死，求解脱，能知道了生死这个知你要掌握住。什么叫知？咱们这就学知呢，不知道什么了生死，就告诉你了，普贤菩萨告诉你从三昧起就这么了，你了去吧。把这个能所对待搞清楚。我们很多道友都有这个困扰，一坐下来或者念佛时候又想别处去了，这个觉知觉到我正念佛念到哎又差，把它收回来，知道了吗？知道把它收回来，不让它散乱。昏沉时候，昏沉你是不知道了，觉悟了醒了才知道昏沉。像你睡觉的时候做梦，你知道是梦吗？你醒了时候哎呀又做了一个梦啊，这个梦不好啊，会影响被人打了被人骂了感觉是不好，
有人要这问我，做梦被人打了，被人骂了，被人欺负了，我说好，他说那这么好，我说怎么不好，消灾了，业障消了，被人打被人骂了，业障消失了，被人侮辱了，你得看你怎么认识，这叫认知，要知道。现在学华严呢，不管你听了，我们快听了100座了，那个心量还聚的简直是小的呀，小到什么知道？就知道眼皮底下是自己的鼻子，别的就不知道了。好了，等知道时候再说吧。当代佛门起诉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寂，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印经协会，本会成立于2001年，以宣扬佛陀智慧，推广佛教文化，培养人文胸怀，认识生命本质为宗旨。在慈悲置业中，中华印经协会扮演的是一个佛法文化传播与教育的角色。为了推广佛法普及各层面，大量畅印各类佛教经典、书刊、漫画，并录制录音带、影音光碟等多媒体产品，与大众免费结缘。结缘品有浅显的佛教漫画、卡通，建立基础观念的佛教故事、佛法浅说、因果故事，以及佛经重点集录、抄经本等等，品项众多，无法一一介绍。这近20年来，中华印经协会所出版的各系列结缘品总数超过1,661,7,139万册，加上有声影音系列，总计已超过2,374,9,909万册，受惠大众不计其数。此外，印经协会除了印赠佛书结缘，近年来更致力于建造佛塔与印制大乘佛教经幡，并在宜兰、苗栗、嘉义、屏东、恒春等地建造大型的佛塔，塑造约20万座华严经塔及小佛塔。同时印赠30,000个转经轮，分赠海内外各佛寺、佛教中心、道场及一般大众，以推广和教育信众供养佛塔的功德利益。书是最好的礼物，阅读是最美的习惯。我们深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教育可影响人格。印经协会借由推广佛经法宝来弘扬佛法，更希望大众借助好书的熏陶，建立正向人生观，进而营造一种充满书香、清净祥和的社会氛围。新逢阿弥陀佛圣诞、地藏菩萨功德日，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恭诵阿弥陀经，日期12月25日星期六上午8点开始，
恭请湛山法师主法，下午2点于茄堰口法会，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地点屏东妙云寺，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法会备有消灾超荐，欢迎提早填写，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新逢元宵佳节吉祥日，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供佛斋天暨供送普门品，恭请慧泰法师、湛山法师共同主法，日期2月15日星期二上午9点，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